大家好，我叫李家豪，你哋可以叫我 Marco 嘅。咁我喺1010工作咗四年嘅，現職係店鋪經理嘅。今次嘅比賽咧，其實都對自己有好大嘅鼓舞嘅。雖然參賽都冇諗住得獎嘅，但係喺自己嘅成長啊，都有好大幫助。例如説話技巧啦、思考為嘅技巧啦，同埋管理個方面都學到好多嘢嘅。管理方面，例如學到多元化管理模式啦，就唔係單一化嘅，因為管理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。呢啲好多元化嘅模式都係從呢個比賽中學到嘅。我今日帶咗一個小貼士俾大家，就係一張藍光保護貼。咁好多人選購保護貼都會揀一張高清嘅保護貼嘅，但點解我推介一張藍光保護貼呢？因為藍光保護貼咧可以防到老花啦，同埋可以保護你嘅眼睛，令到你眼睛係會健康啲，同埋個受損程度冇咁高嘅。